大家好，我是伟伟。啊，刚刚好玩的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那个，我要唱，我问刚刚那个女生要唱三首歌，我先唱一首。爱戴尔的《Someone Like You》。
Sometimes in less love, but sometimes it hurts me.一后面还上人，所以我们很长，很早一下，好。好。